这边有小孩在这玩儿。这边呢，又是一个正在盖的一个楼，好像我看也是个建筑。已经下起了蒙蒙细雨。给大家放大一下看看，它那个中间都是用那个钢管支撑的，不知道是为什么，是水泥没干吗？我这个走一走啊，腰就他妈疼了，咋不知道为什么，我也找个地方歇歇。这个小公园倒是不错，但是我不能跟儿童们玩滑梯呀。你看，他这还有个厕所，我一会儿我也想进去尿一波。哎呀，上厕所，上厕所。